好，看完国外的天气，明天跨年国内天气会是如何呢？要提醒您了，跨年连续假期这一段时间天气都是又湿又冷的，尤其是这个冷气团啊持续发威，加上说南方雨系移入的影响啊，明天31号去跨年，全台降雨几率还是非常高的。但是北部、东北部啊，这个雨势呢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，低温13到15度，南部高温也只有22到24度，这样湿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三，雨势才会趋缓，气温也才会回升。所以这段时间出门可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工作了，还要记得携带雨具。继续提供您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跨年倒数啊，邀您一起来台北狂放电了。华视将会在12月31号，也就是明天，要转播台北市的跨年晚会，敬请准时锁定。让我们一起欢送2018，一起迎接2019。